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99的字根运用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字生，生的第一笔是九，最后一笔也是撇九，所以呢取头尾的话99就是生这边。好，再来猫的左边这个部首，它也是算99，因为第一笔是九撇，那最后一笔呢也是九撇。好，再来的话是右上角草的话是正教四，那最后呢田的话我们是猜04这边。好，再来兽的上面的话是撇九，然后点六撇九，所以也是99。那99取完之后呢是盖子七，接着的是58。好，这边。好，再来的话是狂的左边，它也是99。那99取完之后呢是横一，接着呢是41这边。好，再来刮的头两笔也是99，就是撇九。好，再来的话是26，然后最后的话是8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字铜的右边，它也是99，那铜的左边我们是取七盖子，再来的话是61，最后呢是99这边。好，再来的话是戊的话我们是先取95，那剩下的两撇呢就是99这边。好，以上是99字根运用的介绍。